下下又嚟到天王寺公园动物园，上次嚟嗰时都有去玩嘅，啊咪上两次都有入去啊，因为揸嗰个大阪之后佢系免费噶嘛，啊，但今次就冇买张大阪之后券，睇下几钱，因为次次都系用之后券啊。嗰樣就冇理到啊！唔係喎，上面係上面係咩個？哦，咩山？係啊，之後叫就唔使錢噶嘛，係今次唔買啦嚇。因为全部景点都去过晒一两次啦，今次就嗰个啦吓，冇人睇就唔示范啦吓。小金，亦都唔平嘅，即系佢3600啊，有个7200嘅啦吓。唔系喎，可以买单头喎。点？嗱，单头入院咪4000咯。哦，有去玩下啦系嘛？单头乜事都有。有玩啦吓。去过两次都唔紧要啦，咁平。乌鲁，德国。系佢啊。今日咁多豆丁，谂下先。哥斯六。系啊，哥斯六嚟噶。几个钟头又系咯，又星期六，几个钟。系啊，见到见到。好多人噶啦。系咯。都好多人，系啦，算啦。系啦，都去过两次啦。好多豆丁。嗯。不过你用之后券唔着，佢唔抵咁解啫嘛。不過之後券我又會就翻時間咧，係星期四、星期五嘅，其實就哇！動物園裏面入邊咁多人嘅，係啊，今日星期六嚟噶嘛。哇！人頭多過乜啦？係啊。睇人多過睇動物。係啊，我都講過噶，假如用之後券咧，我又會買星期四、星期五喎。個券啦嚇，假如星期六、星期日咧，度度都排隊咧，你係唔抵嘅，玩少一兩個地方嘅啊，好似坐咗帆船啊，等你好耐嘅啊，摩天輪又等，啊呢、這個係其中一個 tips 嚟嘅，買張郵券玩咧就唔好平星期六、星期日。除非你啱得兩日嚟大阪啦 ，passport 啊，2000啊，係。買之後券啦，最好就係星期三、星期四啦，星期四、星期五啊，星期三、星期四最好嘅，最 perfect 嘅，係人最少嘅。啊，日本以前俾我感覺咧係好乾淨，好乾淨，而家。度度都係，即係咪啲遊客搞成？度度都係垃圾啊！啲汽水罐啊，紙啊，度度都係好污糟而家。唔知係本地人定係遊客咧？唉，唔知。呢度有個樽，嗰度有個樽。誒嗱，度度都係污糟垃圾嘅，度都係。每次嚟一次嘅感覺都係唔同嘅，喺要變。真係想揾個垃圾箱都困難。幾年前日本覺得係一個好完美、好乾淨、好有禮貌嘅國家嚟嘅，而家都睇齊啦，冇所謂啦，大同啊！啲世界演變係咁嘅啦嚇，好難獨善其身嘅，我覺得就真係。系喺天王寺公园休息一阵间，食咗个食成 pack 士多啤梨啊！砸烂咗好似啊！砸烂咗两粒。系咧，食个金。因为太多嘢。啊！嗰啲凳唔系咁好坐吓，啲凳唔系好坐，我有嗌，所以都唔可以坐耐啲。跟住就去嗰个茶扣山啦吓，睇个指示应该向前行嘅啊。不如行石級喎，乜我會封咗你真係？
应该唔会嘅，封咗佢应该系封咗佢啦。美术馆就维修紧，但系啊维修紧啦，见啊。但系呢边有樱花睇啊嘛。啊，系樱花啦，都。依边啲樱花都开晒咯，又系。系啊，同一时间。今年咁早开嘅。咁成个大阪啲樱花都开晒。系啊。我、哦、今年迟嚟嗰啲睇唔到啦。系啊。迟出发啦，冇得睇。系、啊。睇落叶啊。嗱，大阪美术馆。前嗰個櫻花林都盛開曬啦，見傾啊，開曬啦，好靚，好靚，出嚟啱啱開添啊，好靚啊！迷宮喎、啊，你睇下迷宮、啊。依度相影叫咩啦？冇人啦，任你行啊！好少人喺度，我一兩個人嘅啫。而家咧，嗰度嘅地盤地崩崩崩啊！唔係，依度唔係熱門嘅相影啊。其實我説熱熱門，我覺得就人少你去啦，覺得係咪？唔使硬要系交代呢啲嘢嘅。紅橋啊，嗰邊。